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套准备挂牌出租的房子，刚退租啊。位置是在 Plano Custer 附近，这属于中部的 Plano， 不像 Coit 或者289再往西那边那么 fancy， 但是房价比较好，而且整体的租客水平比较高啊。这套是租客刚退租，我们今天来收房。前院当时租给他们可能草地稍微好一点点，现在我们目测看了一圈，唯一区别的就是草地了，其他东西我觉得都比较好啊。你看包括它的布置啊，这种东西帽齿是每年其实都需要弄，包括这些落叶要清理要吹，如果你的草地没有包给别人自己做，基本很难做好啊。然后这块稍微有一点点掉漆的老化啊，然后再来层高不错是吧，一看这个颜色就知道老房子。然后为什么要刮成这样呢？因为全部把它刮平就要非常非常贵，现在的市场价格像一个2000尺的房子要全部刮平的话可能在10000多块钱了。那如果只是喷普通 texture 这种那种就比较便宜，因为那个你它平不平你看不出来嘛，所以之前人家不想要那种花纹，说挺高级的手工花纹，实际上就是抹不平啊。因为商业都贵嘛，商业都是抹平，那商业的墙上不可能做这种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用那个就是比较老的地中海风格，也是用这种颜色，但是漆不是这个，这个漆反光度太高了，就漆面有四种反光度，这个反光度太高，它会用那种模仿石头的纹理啊，或者做那种用报纸在上面揉啊揉，揉碎了之后然后做出来那种花纹，就是比这个做的还要再旧一些啊。然后这个地面是最便宜最便宜的，叫 laminate， 就复合地板，现在可能中国都已经不生产这些东西了。这个地板这块有点磨，看到没有，这它可能是以前桌子或者怎么有点磨，然后剩下的整体都还好。然后这边呢，这地板配也配不到了啊。然后厕所、淋浴间，这都弄得很干净。还好。然后这边还有，这是主卧哈，这还有两个客卧都是朝前院的。对，这个门拆下来，我不知道为啥他们要做一些东西，这个门需要把它上上去，在这儿。然后还有一个门是没有 stopper 的，所以墙上会有一个洞。甚至底下没有挡的，你看。时间长了就一个洞。这两个都是朝前院啊，这都 OK。我没有印象它所有的开关是不是这种按键式的，我整体感觉这家人住完之后比之前那个我们刚拿到房子还要新一些。这个屋主不在本地，然后他是从其他公司转过来给我们的。你帮我接，这是主卧，主卧是朝侧院。怎么样，这个设计有没有点辣眼睛？然后这个板也老化，这上面的柜子没有，这个不是租客的责任，这个是它本身老化的。你看，把手，这盖在这儿也是。淋浴间，这个淋浴间他们做的蛮好的，当时装修的。你现在谁给你做？你看挖进来之后，这是石头，但只不过这个 caulking。这个 caulking 也太糙了吧，这个太粗了，活儿不细，设计还是可以。这也是石头的，晕死，风格很统一，细节很差劲。边盘 OK， 弄得很干净。我们去看公共区域啊。它这主卧层高也很高，大概是11-12尺，至少，哇，至少得12尺啊。啊，厨房，这个微波炉看起来是像新的啊。
然后没给他做框，因为很贵，能用就行。如果要定那个铁边儿，要定制还要量，不一定能做好。做完那个破边儿要100多200块钱，一个微波炉才几块钱，完沃尔玛的可能是60块钱80块钱就搞定了。行，冰箱也给你擦了，干不干净还行，至少给你擦了是吧？不太会影响下一个租客入住，你说？都蛮好的，这个漆面也是他 stain 的，就是发红的，这个是他自己刷的。你看这这个恶心的，这个还往下滴着呢，这个就是之前的，肯定不是我们的屋主了。他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之前卖房子的，他觉得这种普通的板太难看了，我给他 stain 一下。但是 stain 这种是这样，它挂不住漆。你要想重新做 finish 做得很好，你必须要把这木头全部 sand 完才能刷。它完全没有 sand 就直接是刷上去了，然后就这种效果，感觉是什么做旧的风格。这个是抽油烟机，人家还给你弄的。一般就是水槽底下的，这个需要看一下能不能水渍还有呢，他们刚走了不到15分钟。下去 OK， 壁炉这都 OK， 然后后院也是杂草的问题，这边这些这个布已经死了，然后这些全是杂草，杂草要割一下。那个他们种的花火了，这个花火了，就害怕这种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很小，再过两年，再换下一任租客，再过几年时候过来收这个房子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然后这棵树就变成苍天大树了。再砍它的时候，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。就这个 siding 好像有点破嘛，这因为时间久了嘛，你看底下都已经泡水了。这个弯是有一点点，整体房子状态已经很好，对于这个年代来说非常好。这个以前应该有个压条，就是这个木地板和砖中那个压条，压条没有了。这个我一直想问，这个这种洗衣机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坏？这是之前应该是留下来的，还用着来。你知道为啥人家洗衣机啊、电冰箱叫白色家电？就是因为最早刚生产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白色。车库当时最早屋主也刷了，全部黄色。这兄弟这么想去紫禁城上班吗？蛮好，空调很旧了。空调我估计不出两年肯定会坏。这儿这么多蜥蜴啊，我已经看见好几个蜥蜴了。热水器应该是换过，热水器是2022年4月20号的热水器，热水器换过，空调没有。温口在这儿，1、2、3、4后装了，周三周六开的，1区3分钟，2区2分钟，3区2分钟，4区2分钟，5区3分钟，6区2分钟，这不等于没交吧？1区干到10分钟，2区给它干到4分钟就行了。3区在侧面，3区2分钟行。4区后院给它干到8分钟吧。5区也是前院，干了8分钟。说没啥修的，还是要修。第一个把门安上，然后草割了，然后 stopper 安上，把那几个柜子修好，差不多就这些。我们的出租挂牌经理回国了，我现在在带班儿。我们一年大概租80到100套房子在市场上挂牌。今天给大家拍一个视频，我来收房，给大家记录一下。这个房子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，好区像 Plano、Frisco 这些租房子虽然老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这个租客维护的也比较好，而且你有很大几率找到比较好的租客。但是如果这房子本身不是这儿的，租金也比较便宜，那你找到好租客的几率相对较低啊。如果有问题，加右上角的那个微信，就这样，再见。